西南区工业平台兴盛团含着财团法人范德兰基金会，十二月六号牵手在西南区公所办理热肠古道难得为你公益关怀活动，提供着小型的生活家电含着学习用品和弱势家庭。咱西南的种个公益平台兴盛团的成立，是面对各位企业的董事长的支持嘛，主要嘛是为了照顾着咱西南咱的这些弱势朋友。尤其是但是伫迄种个发生伫迄种迄个疑难事故的部分，会当有一个较囡仔有效，安尼来当立即性的一个补助，咪当会当解决着因立即性所面对的这个困难。社会大家有爱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会当借由这个机会啊，大家迄个企业啦，啊，所以阮这边开始啊。不管企业大还是小，只要有迄个心吼，加加减减啊，做一点啊，啊，就会当足济，啊，就会当帮助足济啦。对着基金会五年来一直在做社会公益的工作，到场的黄伟德市长是相当的感谢。啊，多谢各位里长吼，平常时会当甲咱里内吼，即真正弱势的好朋友吼，会当和咱的公益行善团知影，咱会当特别甲帮忙吼。这个非常多谢，因为其实台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，吼，啊，这个爱心，吼，其实除了法律上规定，吼，这个政府爱帮忙的加收入户，啊，加一部分中加收入户以外，真侪物件，吼，真侪咱的市民平时常常出门拄着什么代志需要帮忙，但是厝里都一间厝啊，都无符合规定，但是这个时阵社会民间的力量就当出来，所以咱新年。啊，这个公益，哦，这个啊，行善团，哈、哦，行善团公益平台就这样子应运而生。非常感谢我们啊，范道南，好、哦、基金会的范总经理，哈、哦，范啊董事长，好、哦，以及所有的各位公益行善团的各位，刚刚跟各位介绍的各位董事长，大家用心也当来帮忙，而且非常感谢。啊，人家很多人为善不欲人知，真的很谢谢。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让人家知道，因为让人家知道，大家知道说有这么多人出来，好、哦、来帮忙咱的社会。我们就来强调讲，做善事无分大小项，也唔免惊人知。咱的社会就是爱发扬这个善的力量。伊要再次出来感谢着范德兰文教基金会，含着新年区公所的公益平台，抛砖引玉，对着弱势族群的关怀。公益平台站站站。行善团站站站。